蛮紧张的。啊！我那时候淘汰的时候，有好多人都还没有出现，我也没有碰过林志炫、周晓欧、辛晓琪、洪佳慧，所以人对未知都会蛮胆怯的。问号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选错歌，有点吃亏哈。为什么？你看，都是《大地》是一首很磅礴的歌嘛，《一样的月光》它也是，难度很高。哎呀，我们待会儿两个都唱一下，都试一下。好。其实这首歌它已经不断在我心中累积了很多的情绪，但是我接收到的韩国老师的编曲，它是一个完全创新的东西，让我就发现说我一直没有办法把我内心很激动的很细腻的那个情绪镶在那个韩国老师的编曲里面。那于是乎我就是真的很抱歉，就是也非常临时就请俏博老师，他就是帮我抓一个版本这样子。红叶落是只为一段情，一切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他好酷。那我们还是决定用那个齐豫的那个版本，对不对？对。好哎，真的吗？真的好听。佳爷哭了，哎，佳爷哭了。已经把一个人唱快脱水了，已经。佳哥这么多年我没看他哭过。杨宗纬那首歌把梅佳也唱哭了。对啊，那首歌好听。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今天我们的出场的抽签的方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将会在大家现场抽签之后不准打开，直接交到我们的专家评审团的位置。大家呢只有在比赛的演出开始之后才会知道自己的出场顺序，有没有听清楚？哎，要不要玩这么大呀？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好不好？谁想这么大？好不好？好，这还要抽干嘛？随时就准备拉出去杀掉了。你们或者就想听谁唱就把谁叫出去唱算了，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来，那我们谁先来抽？按房间号码。啊，就你了。我想要七。我的选最后一个又是。就千万不能拿倒了，你知道吗？不过乱了他们也不知道。还是让一下，谢谢。非常。你想要七号对不对？你看所有人抽签都用的是右手抽的，在长沙有一句话叫什么？神仙怕左手，我用左手抽的。神仙怕左手，那他好的东西不会给你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牌比较好，待会儿哎呦，这是最这是好的一句话。哦，七号。等抽瑞哥的进来宣布的是什么？因为我不要吧，没错的。进。哎，你别搞得这么，自己人就进来就行了，好吧？二，一，走。今天晚上没有淘汰，这一场的得票率和下一期相加后，总得票率最高者将成为《我是歌手》本季度最后的总冠军。到了第一个出场的将会是谁？那么大家呢都不愿意第一个出场，因为这样的话呢心里的压力会比较大。我现在看到的四号房间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房间，因为十场比赛有五场的第一都出现在了我们的四号房。来看看宗纬，恭喜你。现在的心理压力大吗？心理压力大吗？啊，感觉怎么样？还好吗？感觉好讨厌哦。不过在这里边真的要恭喜你，对，因为你不是第一个出场，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号出场了，三号究竟是谁呢？是辛晓琪还是杨宗纬呢？我相信你一定已经知道了答案。马上念，马上念，知道。宗纬。
告诉你一下是志炫。知道。好，不要紧张，加油。好，最后两位了。对啊，我们就规则又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又变了。对，就在这边的话呢，两位国际惯例石头剪刀布，好不好？真的假的？对，羽凡和。对，何宗伟，来，石头剪刀布，一把定胜负，好不好？好，好，来吧，三，好，啊，可，哎，够意思，恭喜恭喜恭喜，我们期待想唱，对啊，其实您刚才抽到的就是六号，就是六，对对对，现在宗伟是抽的七是吧？宗伟是七号嘛，那我就给羽凡来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对啊，我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紧张啊，现在紧张了，还好吗？好，加油加油加油，羽凡加油加油，哇，宗伟宗伟宗伟，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方式特别的刺激？很刺激，下次不要这样子。这首歌是我发自内心很有感受的一首歌，所以它真的很打动我。那说到将爱情演绎的刻骨铭心，下面这位歌手可就是拿手绝活了。他刚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呢，还有点矜持，到最后呢，用歌声征服了所有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这个舞台，但是他没有留下一点点空白格，他就是他的那个东西都帮他准备好了吗？他准备好，准备好了。好的。你往那边站。你老知道这种紧张气氛，都说是我弄的，一点都不紧张。我没有啊，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知道他会唱最好的。当然了，必须的，高好。他就是，掌声有请。他好紧张，刚才我去卫生间碰到他，他说好紧张。我也好紧张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今天晚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就是真的、啊，对啊。我的想法是一进决赛无所谓，真的、啊，真的。
我觉得杨宗纬最厉害就是他其实常常选唱女歌手的歌，所以他可以以一个女人的心情来唱出其实非常唯美幽深非常安静但是带着痛楚的歌词。在我眼前呈现的就是一幅沙画，细腻流淌，极具有美感。作为歌手，作为主持人，感谢啊，行，祝贺你那个已经歇了。哎，谢谢你，真的不用再做俯卧撑了哈。你刚才做了吗？刚才啊，就是连杨宗纬都最后都没准备好。我已经很幸运了，对，这好像第七个，我也比较紧张啊，对。而且我要上厕所还不给上厕所，对，还得是等一下。超憋的。再管怎么样，我还是可以唱两首歌给大家。好，恭喜各位已经进入到我是歌手最后的总决赛的冲刺。今天的成绩呢，将以得票率来统计大家的成绩，并以40%的比率计入到大家最后的总成绩。现在呢，我手中已经拿到了本场半决赛竞演结果。今天我从第七名开始宣布。我是发自内心的谢谢有这样子的让我在这个地方，今天就算结果真的是最美的，我觉得我才是真爱最爱了。对啊，排在第七位的歌手是辛晓琪。辛晓琪，辛晓琪，第六名，第五名，
只有三票之差。排在第六位的是黄绮珊。黄绮珊，周晓鸥。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立白洗衣液我是歌手半决赛排在第四位的歌手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呢？是一对男歌手。本场竞演排在第四位的歌手是，我只希望我的成绩可以靠前，然后但是我觉得再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还是可以唱两首歌给大家听。彭佳慧，对这成绩满意吗？还可以。接下来要宣布本场的前三甲了，第二名第三名只有一票之差，以一票之差屈居第三的是，天哪，我是前三。羽泉，羽泉，谢谢。羽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满意。歌手林志炫、杨宗纬将获得本场竞演的第一、第二名，其中有一位领先羽泉一票的优势。那么我要宣布本场的第一名，另外一位自然就是获取亚军位置的歌手宗伟、志炫，大家觉得估计会是谁？我们要回答都可以。我是第二。立白洗衣液我是歌手半决赛获得第一名的歌手是之前我们访谈，我不是说如果拿第一名我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开心，我连我自己都没什么把握，我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去去评估，但周伟的确唱得好。如果我投票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投给宗伟，因为他的表演是独一无二，而且唱这样一首比较陌生的作品，代表着他对用音乐的勇气，所以才可以抛开那些没用的东西。我会把票投给他。杨宗纬，杨宗纬，杨宗纬，我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我喜欢那种就是都不要宣布的那种，你当然自然就会成为第二名那种。然后他在宣布第一名的时候，我就顿时不好意思了，就非常不好意思，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是看着每一个歌手，然后就对呀、啊、但是他们都很棒，在我心目中。对，我讲这话会不会被打，就觉得说你自己都已经这样子，你现在还在走开了，会不会这样子。来走一圈，来，快快快。那么志炫则是本场的第二名。
论坛的杨宗纬说两句话。哎，好开心哦。哎呦，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就是很谢谢大家。对，很谢谢大家，因为其实可以跟在座这么多前辈，然后我知道我虽然说很多都是废话了，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说就是耶、对。我们理解，我们听到了。在座七位歌手，我们的目标呢是向着本季的歌王去冲刺，下一场我们的出场序可以由本场的名次来决定，优先选择自己的出场序。因为本场整个的差距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排在后面的同样有绝地反击这样的一个可能。希望大家下一场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和实力，恭喜，谢谢大家。根据本场的排名来选择决赛第一轮的出场的顺序，宗纬第一个来选。今天帮我自己的编曲的时候，可以做到多黑暗、最苦恋、多绝望。我们选择第七个。不知道一个感觉是完全绝望。我从曾经跌到最深，就是被淘汰，然后就是透过一个复活赛，然后再回来这个半决赛，所以。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心情还蛮复杂的，但是我现在很开心。